一点都没变样，真是个倔强的姑娘。陈老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能再随便挂我鼻子了。对对对，是老师我疏忽了，忘了咱们家安乔啊，已经是个大女生了。走吧，我在旁边餐厅订了位子。好。好。陈老师，阿娇，没事吧？阿娇，你知道吗？在老师心里面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女孩。我这次回国，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名字，我就鬼使神差的过来了，能够再次见到你。 我真的好开心，很多事情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。上次见到你之后，我回去想了很久。有些话，我想告诉你。陈老师，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的。 方晓，你们认识吗？我们不仅认识，而且很熟。楚飞远，你松开我！老婆，我来接你下班了，还给你买了礼物。沈老师是吧？ 爱摸别人鼻子是吧？要不，我的鼻子也让你摸摸。楚飞远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刚才我就从安乔的眼中看到一丝悲哀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因为有你这样一位丈夫，如果你不能给她幸福， 请你放开他。说的挺好听的，可是他是我妻子，我凭什么放开他？楚飞远，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？我是人，我不是物品。安乔，沈老师，谢谢你能喜欢我。我曾经 也暗恋过你，可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我也长大了，对感情也有自己的判断。安乔啊，你不用急着拒绝我的，我可以等你，只要你回头看， 楚飞远，带我回家。